台东就是疗愈两个字。出路的神奇阿公哎，谁会想到用老电扇可以抓浪花蟹？好紧张哦！带我来山上要做什么啊？要吃山上的流水凉面。吃个凉面，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？应该是永远不会忘记在金刚大道看星星的那个晚上吧。每周二晚上10:30，在台湾的故事，杨小明，见不见？